好，我是现在普洛集团新来的行销管理，我叫阿翔，你可以叫我张开翔。对，那我是刚来这边一个多礼拜，然后觉得怎样？觉得很不错啊，整个环境都非常好，要大声点。而且你看，我们所有的商品都非常齐全。嗯，对。那你这件外套买了吗？这件外套买啦、啊。来第一个礼拜而已就败价。对，没办法，这件外套太好看了，就是。本身自己很喜欢 BMW 的东西，看到了以后就特别爱，尤其是这个设计。还是问答客户压力太大了，有帽子的话可以盖起来的。没有啊，是因为头发太长。不会啊，因为我当客服，我自己可以形容这个压力大这个两个字。还是忙的时候，客服一直问，一直问，然后回客户的话就比帽子盖起来，活在那个没有问答的世界里。其实我还蛮喜欢做网络行销的，我觉得网络行销的东西都还不错。然后嘞？那尤其是网络行销，那你今天要介绍什么呢？介绍你自己，让客人知道你是谁。对，我现在是，然后负责是回的问答哪个部门，不然有的客人跟薛哥比较熟，哎，跟我们不熟的话，客人就觉得不方便。我现在是目前普洛集村网络部门负责网络行销跟活动，那所有的关于社群啊，或者是 LINE 的官方，所有的一些问答，或者是你们只要哪个 LINE 呀、啊？LINE 的话呢，我们这边是有一个新创的社群。稍等一下。因为我们影片短影片时间有限，每个影片我一定三分钟内要结束，不然我还要修片，有点耗时间，所以要加速哈。好的。那在等你那个把那个 LINE 的 LINE A 吧。快哦，我们已经两分钟了。我们这边现在 Lite 有新开的，就是只要我们现在三十周年呢，因为准备要开始跑活动了。那所有的客户呢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老客户比较多，那很多时候活动讯息我没有办法一一答复。然后，所以我们这边呢会尽量的让你们赶快知道所有活动讯息。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加 Lite。哦。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刚刚可以扫码，或者是使用我们的刚刚上面会有一个活动账号，那麻烦大家可以加 LINE。